Thank you.
那开头由木琴的音色
营造出非界忧伤的氛围，随后借由定音果带领进入快加入不同舞类组成的紧凑节拍，最后透过速度的变化安排，将曲目带上最后的高潮。那让我们欢迎下一首《不知道开阿西在一起吧》。
我再跟大家讲几个我觉得我很悲伤的故事。那就讲一下我自己很悲伤的故事。难过的故事就是在大一上的时候，当时我就很热衷跑山啊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看夜景，找景点啊。所以当时我把中正附近，就云林啊附近所有的景点，大概跑过一次了吧，然后放进我的口袋名单里面，然后希望以后有一天我可以跟我喜欢的女生一起去之类的。那很显然啊，这些景点最后一个都没有用到，都是跟一群系上的办公室朋友一起去的，对吧？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悲。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景点，那叫后洞仔山，就是我前阵子有去过，那边风景很好，然后距离中正也不会很远，骑机车大概半小时左右就会到了。然后听说那边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直接看到澎湖。那可是那边路况很差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那如果我想要去的话，要注意一下安全，因为有什么产业道路之类都有可能骑，大家要小心。那在台湾这附近这么风景这么好的地方，我常常觉得说，台湾是一个宝岛。那当然很多人这么说嘛。我们就来听下一首《台湾秘密 and Ocean》，中文翻作《宝岛的地图》，它是由高桥宏树所创作的打击四重奏，叙述前往宝岛的一段路程，由木琴轻快的旋律营造神秘，再让电音鼓的重击打出惊吓的感觉，中段的钟情照见自己内心深处，点明心中的路标，而结尾的大合奏象征内心的宝藏，让我们继续向前。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下一首《Hello Jimmy and All She's Love》。
那其实啊，说到景色啊，我觉得景色的话，在中正这个地方，不止你可以往外跑，其实学校内部有很多我觉得很漂亮的景色，那大家也觉得很漂亮。那么举几个，就是例如三月的图文小径啊，那时候地上都有很多黄色的花瓣那些的。那或者是学校后山，不要在应该在附近，应该在那个方向吧。然后还有，我觉得宁静湖其实晚上其实还蛮漂亮的，然后渔光之窗那个风景其实也还不错。那这些可能是大家网络上查会有人推荐给你们的景点。那我现在我讲几个我自己觉得中正附近很独特，然后也很棒的景点。我讲第一个，我觉得校园上面呢永远都会有人在道歉的停车场的，我觉得这是中正一个独特的景点，永远都有人道歉，我不小心把你的安全帽弄掉了，然后要赔偿之类的，真的很抱歉那种。然后或者是没有网络的创新大楼，没有网络的通讯吸管，这我觉得也是中正的一个大景点。包括说就是顶楼前考试前的顶楼天台，这个叫做顶楼风好大，拜托电子人不要让我，圈套系统不要让我，拜托拜托拜托。顶楼风那么大，我真的直接把一下把我刮到风之荒野。那我们下一个句子，看到说考雅风之荒野，此曲以风为主题，从不知道在哪里诞生，吹过了风的观点出发，描绘出其旅行的轨迹。那开头以紧凑的鼓声配合多变的旋律，描绘风经过了各个不同的风景。那有时候呢，身处在不稳定的漩涡中，还有时候在荒芜的不毛之地。就这样，风再不知道向哪儿而去，漫无目的的继续流浪。在结尾，密集的琴声旋律里，声音逐渐减弱，而又突然增强。自信心浮动某人头发的微风，又突然变为刮倒树木的黄色的暴风。尽管没有终点，但风仍然寻求着未曾见过的美丽风景。
所以这首曲子太狠了，它的名字叫《风之荒野》。把我从顶楼摔下去，本身罪过还要准备期末考。说其实面对考试，我觉得有一个方法。你觉得面对考试有什么方法可以完美应对考试？有什么吗？有人觉得什么方法？这多人有什么好方法应对考试吗？放弃也是好方法。我明天再说一次。啊，其实我跟你讲方法，就是确诊了，确诊是好方法，因为确诊它不只可以让你，它送你不止喉咙痛、发烧，确诊还可以让你休息五天哎，这五天内就可以完全躲避考试。所以我觉得，他这样讲在逃避，但是经过我多年的发现，我觉得逃避虽然很可耻，但很有用。那在学习中，大概一两个月前吧，一个多月前，我自己又曾经确诊过。那个时候，我感觉我就被很像被困在一个失落的宫殿里面，当时。我每天都晚上看到其他国人，就是帮我送饭的人也是赶在门口让我进去的。我每天看到的国人就是什么，是视讯上课的，笑笑而已，就是看到非常无法接受这样子。那有一首曲子《乌兹奈瓦夫的》即将开始他的表演。那曲子一开始，我们如同走在宫殿完战后的遗迹，扇背风吹动，我们在冰结土地上。再由琴声以及铜管声音来塑造阴森诡谲的气氛，而快板的开始呈现宫殿原来的繁荣与兴盛。但好景不长，或许是战争，或许是其他的纷扰。在 solo 的阶段，每个声部以不同的个性与想法去捍卫自己的立场，到最后整个大爆发。而当主旋律再次出现时，比起原先开始的繁荣，多了很多的沧桑。历经了那么多的沧桑，回到了慢板，而又重新回到了宫殿。
说实在啊，最近打开社交软体，有人在赌球，有人在赌你会不会来找我。看到这种人，通常都会警觉，因为赌狗都不值得同情。但你们开始赌，会不会有暗扣血？会。啊，这样子，那就是会了。怎么让我猜错？那让我欢迎暗扣血间谍幺幺九 Spy Family 的 BGM Pen B and Traces of My Home。
那我们今天的曲目就到此结束了，那请各位演出的演奏者上台。那也请管乐团来协助我们的伙伴一起上台。那谢谢在后台帮助我们的工作，那也谢谢在后台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们。那也谢谢大家来这边聆听我们今天的表演。接下来请各位观众留步，然后麻烦两侧的观众帮我集中到中间，然后我们跟大家拍个照留念，谢谢大家。